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20号，星期六啊。富国豪的父亲给胡锡进下了最后通牒啊，不开玩笑啊。而且富国豪的父亲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然的话呢，可能就要撕破胡锡进的老脸啊，真的就是这话啊。而且呢，这种威胁性质非常的强烈，胡锡进说话也很难听，而且胡锡进现在呢还在死杠，还在死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事儿后面有没有可能闹僵了，闹得就是更难堪？闹得很抓马啊，有可能性，但可能性也不大。双方还在克制，毕竟年纪都大了啊。咱们这样，咱先看看傅国豪的父亲说了什么，好不好？傅国豪的父亲呢，是托了几个朋友，在这个微博上呢，把他的这封信给呢胡锡进的公开信，就是说呢发出来了啊。傅国豪的父亲说，他说有人让我对老胡呢说些什么啊，说实在的啊，我那真不想说，因为呢话要是说错，话要是说透了呢，就没意思了。不想这样啊，这第一句就已经很具威胁性了啊。他说呢，还是呢说半句留半句吧啊。他说你呢应该记得在孩子葬礼上我说的，那就这是对胡锡进说的，说胡锡进你应该记得在孩子葬礼上，就是在这个傅国豪的葬礼上啊，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啊。之后呢，我邀请你啊来参加呢我孩子的骨灰安放仪式，你以疫情的原因呢你拒绝了，你没有来。那当然这个呢也是一个客观原因，的确当时有了疫情啊，他说我不怪你啊，但是呢时至今日，无论你的任何观点或者任何言论我均不加以表述。因为这个胡锡进后来关于这个傅国豪的事呢，刚开始他是这个死活也不说啊，后来啊通过我们这种曝光啊，这种施压呀，胡锡进最后反正还是回应了关于傅国豪这事，稍微说了说，就说了说他这个情况啊。他说关于你的任何观点或者任何的言论呢，我均不加以表述，我不想再说什么了，因为呢我相信你的人品及人格啊，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啊。傅国豪这孩子呢在你身边发生了什么，相信你胡锡进你应该清楚啊。傅国豪他为什么得了抑郁症，为什么宣布要离开环球时报，各种原因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我都知道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不想呢撕破脸皮，我不想撕破脸，没意思啊。这样的话呢对国对家都没有意义，这个就已经闹得很大，不光是对我们家，或者对你胡锡进，不是咱们对人小家，对国也不好啊，这对国对家呢都没有意义。我只要求你及环球时报的有关同仁啊，就是说这里边就是说不是你或者是你及以及环球时报的有关同仁，在傅国豪32岁生日，就是呢5月25日，傅豪过生日，今天是5月20号啊，当然他这个是前两天发的啊，在5月25号到傅国豪的墓地拜祭一下啊，就是说呢这个话呢其实说的还是就比算比较客气了，实际上呢就觉得你应该来忏悔一下啊，这个5月25号到傅国豪的墓地来呢忏悔一下，正好也是他的这个32岁生日了啊。到今年呢这个32，他呢是这个2021年呢这个自杀去世的，那也就是死的时候呢只有31，非常非常年轻啊，小伙子非常非常年轻啊。说到傅国豪的墓地呢要这个拜祭一下啊，不为别的啊，说呢这孩子为了你们，为了你们环球时报，为了整个这个国家献出了所有啊。这个话说的呢不为过，说实话不为过。傅国豪这次为国家立了很大的这种功劳，为环球时报长脸啊，而且呢整个扭转了这个舆论。在香港的时候，其实早期的时候还是同情这个，就是香港人的比较多，觉得中共又来了，又跟六四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傅国豪事件之后，整个的舆论大翻转，全部呢都开始就是骂这个港青啊，骂这个香港人，整个就这个翻过来了，对国家可以说是立了大功啊。然后最后傅国豪这个抑郁症这个自杀，说实话国家有他的责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说你看你这个国家没给你什么东西，但是傅国豪后来遭受了很多的这种网络霸凌，中国这种就是说多年被美西方洗脑，这种亲美派啊，这种呢就是说所谓的这种亲西方派，这种西化派，就是所谓的这种香蕉鱼，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黄的，里边实际上是白的，就非常非常的多，很多人在这个辱骂围攻这个傅国豪。傅国豪天天都受到各种这种侮辱羞辱
啊，说你看看你怎么着，你弄这个事儿啊，最后对你也不咋地，你就是个狗，你就是个韭菜，他们就是割你，就是利用你啊，天天来骂。傅国豪换了这个手机号，换了这个微信号，还有人能找到，还在私信他，还在这个辱骂他，啊，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。那最后这个自杀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，啊，所以说真的是为了你们，为了环球时报，为了这个国家献出了所有，最后是付出了生命代价。傅国豪，啊，但国家给了他什么？没给了什么，啊，好像是给了个。肯定是当时给了个十万人民币的一个奖金啊，就仅此而已。那在北京根本连一年的房租都不够付，啊，他说如果连这一点最基本的要求你们都不予尊重啊，我就是你他这个过生日，你到这个墓地来这个拜祭一下啊，你意思意思，你来这个忏悔一下，反省一下啊。如果这个你都不能答应，不予尊重的话啊，当然我说的是如果啊，说如果就是说呢，我也不想给你那个那什么啊，但是那我告诉你啊，胡锡进啊，我和你的这张老脸也就只能撕破了啊，我就把你这张老脸我给你撕了它，我撕你的脸啊，都是老兵了啊，我也是老兵啊，你也老兵啊，咱们都是老兵，当年都参过军，都是老兵啊。说腰里的家伙都不是吃素的啊，你腰里的东西，咱腰里也别的东西了，咱都不是吃素的啊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老胡啊，我当年是空军啊，所以告诉你，我也是参过兵的，我也是参过军当过兵的啊。你要是到最后，咱要是这个，你说玩命，你还要怎么着？咱就喝了刀撇，咱就来，就这意思啊。那这个话说的呢，就是说这种威胁的这种。已经是这个完全一言表了，好不好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！这话说的已经就到头了。再看胡锡进啊，胡锡进在这个事情上处理的不好。胡锡进呢做了一个这个回复啊，回复呢没有，你按理说这个胡锡进叫公开不应该说什么，应该跟这个傅国豪的父亲通过电话跟他说一声，但是胡锡进呢没有这么做啊，没有呢去安抚呢这个傅国豪的父亲啊。胡锡进竟然公开的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啊，公开的来回应这个事件。啊，而且说话呢非常难听，还死杠啊！胡锡进这么说啊，他说傅国豪一年前在抑郁症的折磨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令人非常痛心。就一句话先说明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不要扯是为了我死的，你是你自己得病病死的，明白吗？非常令人痛心。国豪当时虽已从《环球时报》离职大约半年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是在我这儿走了半年之后，你最后得病病死的。你明白吗？你跟我去扯不着，因为你要是在我这儿上班的时候，你说你死了，你怪我还有道理。你在我这儿已经离职，已经都半年了，而且呢，你不是这个怎么着，你是抑郁症自己得病病死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但是呢，在我和同事们的眼里，他是我们荣远的兄弟，我们和几位同事呢，都还去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就是说白了，你葬礼我可去了，我面儿给你的，我意思到了。你就说这第一段这话说的，我要他爸，我要傅国豪爸，我的话要快气死了，对不对？三两句话把问题撇的是一干二净，对不对？你儿子得病病死的，离开我这大半年了，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和几个同事还参加了葬礼，我面都给足你了啊。后面说呢，说国豪的抑郁症呢很严重啊，说你主要是有病，你心里有疾病，好吧？他说这件事呢，我们一直没对外说，我还帮你掩饰了，我都没有对外说。你儿子这个抑郁症这么严重，对不对？他说是他父亲最早把他的抑郁症呢公之于众的，是你说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说这没人知道，对不对？家丑不可外扬，是你抖弄出去的，我可什么也没说。国豪刚从香港回来时，受到《环球时报》最高级别的奖励，我们该给的钱给了，最高级别奖励给他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怪我，好像是你这个收入不够高，我当时十万人民币的现金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情绪也挺好，当时你拿钱时可是挺高兴的。对不对？但是慢慢的呢，他的抑郁症呢加重了。说白了就是说，你这个慢慢的呢，你这个胃口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一度呢很长时间病休呢，上不了班，连班都不上了啊！不高兴，连班都不上了，对不对？觉得好像这个钱少了，待遇不足，是吧？后来呢，他开始强烈要求呢，从《环球时报》呢辞职啊，以辞职相威胁。原因呢是他认为自己已经不能胜任工作了啊，你干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你干不好那是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我们大家呢是在照顾他、怜悯他，他的自尊呢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呢与他谈话，并且在内部为他做呢工作调整，对不对？你对工作不满意嘛？我们帮你调整一下，帮你这个改个位置，对不对？让你这个高兴一下，给你升个官，对不对？把他呢从这个网站编辑调到了呢他更喜欢的专职记者工作，他有这个要求，他要去做，那我们呢也给你，就是说你说升职也好，或者是调派也好，都给你做了，对不对？
记者部的领导呢，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就与他相处得很好，网站的领导呢，与他更是亲如兄弟。当时我们环球时报的管理层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呢，我们一定啊要把傅国豪呢留住，啊，因为呢，这个的确呢，他是这个脸面人物了，对吧？说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重要人物了，全国都关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呢也尽全力了。啊，这个该升职升职，该加薪加薪，该给奖金给奖金，我们都给了啊。但是呢，国豪的自尊呢越来越强，就是国豪的要求呢越来越多啊，并且呢去心已决。在他离职前，我就直接呢叮嘱他，我说兄弟，在外面如果感到困难，随时回环球时报来啊。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呢，几个月后的2021年10月25号，传来了竟是国豪呢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个噩耗。郭豪是我们的好兄弟，他在香港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全国人民，他是一个英雄，这个我承认没问题，对不对？2019年天安门大阅兵啊，我和傅国豪作为环球时报的代表站在了天安门的这个观礼台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2021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就是六月份反送中闹得厉害嘛，然后你去了，你闹成这样之后，国家该给你荣誉给你了，我们环球时报该给你的奖金10万给你了，然后国家这个天安门大阅兵啊，我们还把你请到了天安门观礼台上，让你也去了天安门，那都是国家领导人上的地方，你也上去了，荣誉也给你了，不是没给你，你不要怪我们环球时报怪国家，好像国家亏待了你一样，对不对？该给你升职给你升职了，该给你奖金给你奖金了，该荣誉该给也都给你了，对不对？我当时呢还转发了啊，傅国豪在现场发了微博，我为他呢感到骄傲，你也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了，都能上天安门了，对不对？国军大阅兵让你上天安门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英雄人物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自杀身亡，不仅令人悲伤，还是挺敏感的事件。这个的确，这个后面呢就不好听。你这个当年你为国家是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但是你现在这个事情对国家好看吗？啊，最后一说啊，一个国家英雄最后穷死了。就穷到了就穷困潦倒，付不起房租嘛，自杀了，这好听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不已经给国家在丢人现眼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需要呢维护他的声誉，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在维护国家的声誉，对不对？在其家属，在傅国豪家属同意的情况之下，形成了围绕傅国豪去世后的在舆论场低调处理的这么一个局面。当时你也同意了，我们尽量不说，对不对？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，你忍不住之后，你开始曝光了，那你就是不满意了。对不对？他说我要透露的是什么？在这我要透露一点啊，就是说我们当时，我们环球时报和天津的有关部门都在傅国豪去世之后，对他的父母给予了这个抚恤和其他的帮助。就是说，我不知道这相关，我估计可能就是说，肯定分套房，然后呢给一些这个钱，对不对？就是说该给你的东西都给你了，你要你不知道，不是可能要房给分套房，要钱给你一些钱，因为这事儿闹成这样之后不好看了。对不对？最后穷死了，自杀了。就说呢，我们环球时报和天津有关部门都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抚恤，啊，钱给了你了，对不对？当时呢你也满意。过了几个月之后呢，你可能觉得儿子死了，钱太少，不值当，不值得，就儿子死了不值，你又蹦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你的问题了。当时给你时你高高兴兴的，你儿子回来时拿了奖金时也挺高兴的，你儿子刚过世的时候，我们给你的抚恤、给你的这些其他帮助都给你了，你也没问题。后来过了几个月，你又不行，现在你又来着闹这个，对不对？那当时你已经闹了一次，现在又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想要多少？你这个是自尊心越来越强，你还是你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对不对？那胡鑫这话说的其实是很难听的，你懂吗？在国豪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啊，我老胡啊，从环球时报我就退休了，我现在退休了，我已经不是环球时报领导了，你咬我干什么？你要咬你要就再说的话，你是跟这个单位有问题，我一个退休老人了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你去世不到两个月我就退休了，你现在又来咬我，咬我干什么？你有本事去咬环球时报去，对不对？你咬习近平不完了吗？你当年你不是给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咬我干什么？我一个退休老头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对不对？这话说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能跟我说的是什么？我现在一个退休老头，我只能说呢，我的老东家啊，环球时报从制度和人情方面都尽了为傅国豪能做的事情，就是该给你的钱，该给你的抚恤都给了啊，给予了应有的关怀和帮助啊，我们觉得这个价码给的够了。但是呢，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，我作为国豪的前领导，他的大哥，眼看着国豪病得那么厉害，爱莫能助啊，就是呢留不下来他，最后呢眼睁睁的看着他呢飘向了社会，我永远呢都为此自责。
对于国豪父亲的抱怨，我非常理解呢他的丧子之痛，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应该听着，因为你儿子死了吧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而且就好像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是不是？你独生子死了，对不对？我呢就听着就得了，你抱怨两句呢我就不说话，我就听着就完了，知道吧？这个面子我就等于给你了。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前面这话可就全交代清楚了，把责任撇的是一干二净，对不对？然后把给我的抚恤什么的你全都说出来了啊，然后呢你最后跟我说呢，说我说什么你都听着，你不还嘴儿，你这小嘴儿叭叭的，对不对？该还了你都还了，你前面没有一句废话，一句一句的戳人肺管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婚姻最后一段，他说现在疫情呢结束了啊，以前的那时候就是疫情的问题，这客观原因啊，说呢我一定呢会去看国豪的，我肯定会去的，对不对？你也威胁我了，我不去好，你这家里你腰里的家伙还挺硬，对不对？你要跟我玩命，你要跟我撕破脸，把我脸撕了，对不对？撕我的老脸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去的，这我退一步。但是呢我要跟你说，就说呢我退一步是由我退的，我你儿子死了我退一步没问题，但是呢就是说你呢不要得罪进尺。所以呢最后我告诉你啊，我想我更可能呢选择他的忌日去，就是10月25号。你现在要求我的生日5月25号去，我不去啊，再过5个月10月25号，就说这个威胁我不接受，你别吓唬人啊，我是国家干部，虽然退休了啊，我们都是为国家工作的，你不要来单独威胁我，你要不行你就你该闹你闹啊，这个天津有天津的国安啊，你最后不行的话国安该干嘛干嘛啊，有呢让你这个说话的地方，好吧？但是呢你呢既然这么威胁我，但是毕竟呢你儿子死了，我们的干得太过分了呢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所以呢咱们呢就是说呢各退一步，你现在威胁5月25号去我不能去，你现在你这样威胁我，我如果去了让人感觉好像你抓了我胡进的尾巴，有我什么黑料一样，好像啊我不敢不去，我要是去了之后你就给我抖出来撕我的老脸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不行，这个威胁我不接受啊，但是去呢我可以去给你个面子，但是呢10月25号忌日我去，再过5个月之后呢10月25号我去，你要行你就行，不行你不说，你说5月25号我不去你就撕我老脸，那你就撕，哎，你要能行你就忍着，忍到10月25号我去了咱们再说，你要不行你就那你就开撕，撕完那你不说于国于家都不好，那家有家法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啊，那到时候这个国法家规呢自然会伺候着啊，所以呢你老头呢就是说想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说我们看你儿子死了呢，该给你面子给你了，但是呢也别呢这个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啊，所以呢胡惟进这话呢说的其实是很难听的啊，这个还死杠啊，这个真的是死杠啊。那这个来讲呢，我不知道富豪的父亲听到之后呢作何感想啊，反正我看完之后呢我是这个冲这个肺管子啊，我不知道这胡惟进怎么想的，在这种时候呢搞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一个讲感情的时候，这不是讲道理的，就是你从道理上来讲你都讲明白了没问题啊，没有一句废话，讲的全都是他的理由的理都讲清楚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是这是一个讲感情的时候，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我看从我来看感情讲的不多，道理讲的比较多，而且你觉得呢你很有理，你很在理，你该干的都干了，该给的奖金该给的抚恤全都给了啊，是你最后呢你那不是自尊心越来越大，你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大，那最后我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啊，你现在这个说你儿子胃口越来越大，你现在你的胃口也越来越大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富豪你父亲，你现在是让我去这个祭拜你儿子，你还是要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光就是说让我去看看富国豪吗？让我去祭拜一下吗？你是有要求，你不方便说，你不满意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这个意思，你是希望我们，你现在不是希望我去看看你儿子，你现在希望我们以及有关部门去看看你，看看你有什么想法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有什么诉求，你其实是这么个意思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说的不好听了，就是我胡信，我现在觉得你现在闹这个事儿，你就是还想再要钱，你胃口越来越大，我不知道你要什么，你可能这房子你觉得地点不好，你要更好的房子更高的楼层，你可能要更多的抚恤更多的钱，对不对？不然你闹这事儿干什么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就是胡进反正是这么一个感觉的，但是胡进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儿子当初就是因为胃口越来越大最后是这个下场的，你现在也是胃口越来越大，那你最后你要想清楚了啊，就是说我们作为环球时报，作为我作为天津的有关部门，我们该给的这个抚恤和帮助都给完了，你要求更多的话，那可能呢最后呢就是这个人心无举受天降，那最后呢还是那句话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
好吧，那么我们不知道富国豪的父亲后面是富国豪的父亲也是很刚啊，对吧？说得很清楚，我可能没告诉你，没跟你清楚啊。我当年我可是空军，我也是参过兵，我腰里的家，我腰里的家我也挺硬的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双方现在这么刚，我不知道后面会刚出什么来啊。那里面如果真的有什么这个黑料和内幕的话，其实我们倒是想看看呢，就抖出来，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富国豪的父亲呢说的那话，这个富国豪说的这话是对的，就是这种事儿真抖出来的话，于国于家都非常的不好，啊，对家庭对国家的伤害最后都巨大的，最后可能就是说从一个国家英雄，最后有可能甚至如果最后闹得太难堪了的话。就变成国家罪人了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我相信以我对中国的了解，胡锡进现在公开回应了，那么后面这五个月，天津肯定会有很多。我觉得现在傅国豪他父亲就傅学成，他家现在就是了四个字，你知道哪四个字吗？说客盈门，懂吗？会一堆人跑去劝，跑去说，跑去做工作。天津，我相信这个从这个居委会到派出所。啊，到这个国安，啊，到各级领导，肯定呢都会去找他去谈，而且呢，我相信啊，以我们对天津的了解啊，这种情况就是，他家里不管是直系亲属还是旁系亲属，这里边只要有公务员的，有在政府工作的事业班的这些，全部都被单位动员了去劝他，就不光领导去劝，就说比如说你儿媳妇在哪儿哪儿当过公务员，就来了就劝了。就是他没有儿媳妇儿，这个比如说他有一个就是侄儿媳妇儿吧，侄儿媳妇儿，没人有个侄子，侄儿媳妇儿啊，侄儿媳妇儿或者外甥媳妇儿，比如说在哪儿哪儿去了，就来了劝了劝，哎呀这个舅舅啊或舅爷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就劝您这个，哎呀这个都已经过世了，您那个什么吧，您这个节哀顺变，对不对？这两天可能就没别的事儿，都是干这个。而且甚至有可能就是那个公务员，知道吗？有可能领导来了就跟你说，你这两天先不用上班了啊，出了这个事儿了。这个傅国豪的父亲，你看你情绪特别激动，你先去劝劝他，等到什么时候情绪稳定了，你再回来上班，你懂吗？那你想那个侄儿媳妇儿、那个外甥媳妇儿，那就急了，往舅家一坐，舅爷您行行好吧，我这工作也不容易，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这公务员工作我铁饭碗，挺好的，您这么弄下去，最后我们可能工作都丢了，您就别闹了，或者您想要什么您跟我说，您看我家里有什么，回来您这个儿子没了，我回来我给您做饭，我过逢年过节的您来我们家，我把您当亲爹养着啊，肯定都是这样，就是说所有的亲戚都会来劝，你知道吧？以前天津都是像天津以前有一次也是，他们就打死了一个老头，然后呢他们家闹事嘛，然后就把他们家所有的亲戚全发动了，所有亲戚都跑去劝，知道吧？那就弄到你，就是说你没办法，因为你这么弄下去之后呢，你这个最后不光是自绝于国家，自绝于你所有的亲戚，你知道吗？你闹下去到最后就是说你的所有亲戚都闹翻脸，你儿子没有了，你孤寡老头，你再跟亲戚们，再跟你的这些亲戚的这些第二代这些小辈们都闹翻了，你将来你老了你看个病什么的，这些人都不理你，你打电话都不接，都不认你的舅舅，不认你的舅爷了，你将来日子怎么过？你懂这意思吗？就是你闹到最后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对吧？你所有的亲戚，然后包括你一些老朋友老战友都会被发动来劝你啊，政府会找人去发动他们，他们都来劝你。那你最后你跟这些人，如果就是谁的面子也不给，最后全闹僵了，你最后等于就是众叛亲离啊，那你日子怎么过，对不对？那中国政府嘛，一向我觉得就这么搞这些事情嘛。所以呢，啊，我觉得呢，迫于这种强大的这种压力，因为这个政府能的调动力量实在太多了啊，在这种强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呢，我相信最后呢，傅国豪的父亲估计还是得屈服，就是呢，没有什么办法了啊。但是呢，我希望一点就是什么呢？我希望傅国豪的父亲如果能看到这期节目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这个，要人呢要这个自强，要坚强啊！我特别担心，我现在最担心叫什么嘛？就是方方面面压力都下来之后，傅国豪的父亲最后跟傅国豪选了同样的道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就是又一个悲剧就再次上演，好吧？那反正呢，我跟你说啊。但是国家也要再想一想，我觉得相应呢，就是说，我看不行呢，再给个几十万，啊，看看再换套房，啊，安抚一下。因为如果我跟你说，傅国豪这种就是说最后穷到了这个自杀过世，已经可以说对政府的伤害已经非常，对国家伤害非常巨大，啊，如果傅国豪的父亲最后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啊，那你们的形象就跌落谷底，真的是跌落谷底，啊，那彻底就没有了。
好不好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政府呢，看看就是说，如果胃口不太大的话，该满足还是得满足一下，好吧？那这期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